原标题：俄罗斯人够拼，为了融入西欧社会，争先南下通婚。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伴随着末代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11世战死在防御战中，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画上了句号。但东罗马帝国的皇家血脉并未就此断绝，那时在今乌克兰北部一个叫莫斯科大公国的势力，趁着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内斗的机会火速崛起，并获得实际上的独立地位。然而莫斯科人虽然实际脱离了蒙古人的控制，但由于受蒙古人统治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莫斯科人或多或少的在习俗上带有了丝丝蒙古气息，因而当他再次张开胸怀拥抱西欧时，一直以文明自居，称呼蒙古人为蛮夷的欧洲人并不愿意接受他，依旧将莫斯科人视为野蛮人。而为了改变这尴尬局面，俄罗斯大公伊凡三世趁东罗马帝国灭亡的机会，迎娶了君士坦丁11世的织女索菲亚·帕列奥罗德。那时索菲亚是已知最后的东罗马帝国王室血脉，因而当索菲亚正式嫁给伊凡三世之时，莫斯科大公国开始自称罗马帝国的后裔，试图在名义上跟自称罗马后裔的欧洲诸国达成文化上的统一。然而让俄罗斯无奈的是，由于东罗马信东正教，而西欧诸国则皈依了天主教，索菲亚的到来虽然将东罗马的文化带入了莫斯科，让莫斯科身上的蒙古气息少了许多，但也给莫斯科带来了一个大麻烦，那就是莫斯科必须代表东正教跟天主教势力的诸国争夺基督教的主导权。如此一来，因为这个对立面的存在，欧洲诸国更是开始疏远莫斯科，且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越来越大，莫斯科和西欧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困局。直到1689年已升级成俄罗斯帝国的君主彼得大帝继位，这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君主，他见当时西欧诸国通过工业技术的发展把殖民地遍布全球，于是判断未来的世界将属于欧洲，于是开始推动西化运动，为了用最快的速度让欧洲人觉得同自己是一路人，彼得大帝觉得一定要给俄罗斯帝国戴上一个假面具，建立一个能让欧洲各国高层感觉舒服的俄罗斯高层礼仪。与此同时，军队也没有闲着，先后打下了波罗的海东岸的艾斯特兰德、利兰省、库尔兰省。由于上述三个地区属于日耳曼活动区域，所以俄罗斯接手之时，上面活跃着超大批的日耳曼人。而为了利用好这一点，俄罗斯帝国选择鼓励全国青年娶西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利用这些居民的血缘打开通往西欧的大门。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的皇族起了表率作用，他们积极地跟欧洲各国的王族通婚，配图来源网络，版权人若觉不妥联系我们，立马删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